星期六晚上8点，在爱奇艺播出，一起见证超级偶像的诞生。
听讲最近 Nivea Luminous 630有大毒作，想知道皮肤专家 Mr. Wong 点睇？你讲紧嘅应该系佢哋挑战100位皮肤专家嚟测试嘅抗斑成分，的确系个令人佩服嘅验证，结果亦都非常令人震撼。多达97%嘅皮肤专家愿意推荐并认同佢哋嘅抗斑效果，就连敏感肌肤都可以放心使用。Nivea Luminous 630果然系全球顶级嘅抗斑精华，想拥有无瑕透亮肌肤，就即刻到 Watsons 买一支啦！释放您的电能魅力，驾驭动力澎湃的 BMW iX1， 大胆突破的 BMW iX2， 或魄力超前的 BMW i5， 立即锁定您理想的 BMW 纯电动车，尊享6年 BMW 保养服务、5年 BMW 维修保障以及8年高压电池保修。通过第一月供的特别融资优惠，我们为您提供全方位的保障。今天就驾临 BMW 授权经销商，掌控您的超凡驾驶体验。婚礼有了，搬新家有了，早退休有了。退休？你才32耶。对，有了 Zurich， 不管是我的储蓄、房屋还是新车都有保障。你该不会在准备着80大寿吧？你说在 Zurich 办个 party 如何？我看你也准备在 Zurich 的养老生活散了。有了全面的保障和支持，计划未来易如反掌。 Zurich Insurance and Takafu， 我们在乎你的今天和明天。 Zurich。Tira， 我收到一个结婚请柬，想要先download APK Phone来预约。现在的婚礼都叫 High Tech 有自己的 app 嘞。你最好不要乱download啊，这种是 Malware Scam 来的，下载了他们就可以偷你的钱了。好啊，这严重。当然啦，这个假的 app 啊，骗你耳捞权限，一旦你给了，他们就能获取你手机里面所有的东西，连银行 app 都不放过。那要怎么办呢？简单，不download APK Files， 不乱按 link apps， 只从官方 app store 下载。想知道更多 scam 手法，就上 jangangganascam.com。你有冇睇咧最新嗰个电视剧？我嗰日用 TV Box 睇晒啊！哇，你知唔知道 TV Box 系犯法噶？一旦被拉，会被罚款或者坐监，仲可能成为 hacker 嘅目标添。嗱 ，TV Box 咧系冇安全保护标准嘅 ，hacker 可以静鸡鸡咁摄取咗你同屋企人嘅个人资料。哇，咁严重！所以唔好以为免费就系最好嘅。MyFam 提醒你 ，TV Box 唔单止犯法，仲让犯罪分子有机可乘，所以拒绝 TV Box。想带家人出门度假，就需要一款高性能又舒适的汽车。给你推荐一个满足你需求的车款，你听了吗？你听了吗？向你介绍 Prodo Arus， 它拥有7人座位、宽敞灵活的车内空间，还有良好的驾驶视野和高效的节油。Prodo Arus 不只适合家庭日常，还适合上班通勤。你 on 了吗？MyFam All The Way 是由 Prodo 为你呈现，周一至周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记得收听由我赵杰莹主持的 MyFam All The Way。